加这特为农畜，还有产品，还有果品。那所以说，不管是文旦，不管是桑葚，不管是鹅肉，哦，或是黑豆，拢总是上好，对身体健康上介好的。尤其前一阵子，夏营文旦已经啊销售创出佳绩，所以说我们这一波推出鹅肉的料理，希望说好朋友，鹅肉是最好的啊的这个肉类，哦，它的这个油类，它油脂的不饱和脂肪酸跟橄榄油很近，结构跟橄榄油很近似，所以说鹅加鹅吧哈，应该是对心态讲。我年假的第一天在下营上帝庙停车场举办，那今年活动主轴是鹅肉宴啊，鹅肉大餐，鹅肉飨宴的哈。除了有精彩的舞蹈表演，还有上风演出之外，我们还有那个捐三张发票可以换鹅肉东西，还有鹅肉大餐，每桌5000块，限量80桌，这个要网络报名。那还有鹅肉的彩绘，鹅蛋的彩绘，还有鹅肉的品尝，还有我们下营民会观光巴士，我可以畅游下营的景点。那下营农会在这个期间，全部的农特产品全部打8折，也有农特产品拍卖会啊，欢迎所有各位乡亲啊来下营，国庆年假来下营参观逛景点。然后我喊下营鹅肉，大家帮我比个赞，来，下营鹅肉，赞，下营鹅肉，赞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那边。好，麻烦看一下你们的右手边。下营料理正赞，赞。好，再看一下左手边。